我的人生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多半的时光是在密不见光的暗室里度过，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在黑暗中寻见光明。19世纪末的中国江南，沟渠纵横，乌篷船在烟雨蒙蒙的水面穿行，风光秀丽。这就是本片主人公蔡苏娟的家乡。然而，那时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列强侵华，内忧外患。她就是生长在这么一个动荡的年代。公元1890年，清光绪16年2月12日，中国花朝节，六朝古都南京城春意盎然。我的父亲担任当时的江苏藩台，正在衙门忙于批阅公文，听差进来报告，恭喜大人又添了一位千金。由于在家里的女孩中排名第7，蔡苏娟又被称为七小姐。在这样显赫的家庭长大，七小姐自然是娇生惯养。我的家坐落在王府大街，威严的石狮守着富丽堂皇的大门，重重朱门嵌着铜环。我从小生活在深闺大院，生性胆小，一见生人就躲在奶妈后面，任何人对我说话，我总是习惯用奶妈的衣襟遮着脸。如同当时绝大多数的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七小姐更是如此，总是躲着。然而她发现自己藏身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像外表那般光鲜亮丽。我那些出嫁的姐妹们都是嫁给有钱财有地位的人家，可是她们常常泪眼汪汪地回家，不是控诉婆婆的虐待，就是抱怨姑嫂的刁难。家里许多人都抽鸦片，房间里常年散发着烟味，充斥着颓废消沉的气息。随着义和团暴动，局势纷乱，蔡苏娟跟着父母仓皇逃难，第一次与平民百姓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贫穷困苦的人。表面的浮华褪去，撕开了豪门的神秘面纱，这个贵族之家的生活也如同寻常百姓一般，有本难念的经。他自幼看到的人性丑陋和贪婪，终日郁郁寡欢。父母为了讨七小姐开心，让她打麻将、喝小酒，甚至吃素斋，花园里还演奏起丝竹音乐。然而日子久了也不过如此，不仅毫无兴致，甚至厌烦透顶。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的蔡苏娟，把目光投向高墙外的世界。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家，进外国教会办的女子学校。我告诉奶妈，我不要他们的基督教，但我要受教育，我不愿做个愚昧无知的人。一个清廷官宦世家的千金小姐要走出闺阁进洋校，谈何容易。她曾三次收拾好行李，又三次被父母阻止。如果你们不放心我离家远了，那么让我就近去当地的教会学校吧，我向母亲苦苦请求。
终于有一天，蔡苏娟穿上绣花鞋，坐着轿子迈入了南京当时唯一的女校明德女子书院。从那刻起，她不再是深宅大院里把一生交给男人来支配的七小姐，而是想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蔡苏娟。明德学校的创办人是美国宣教士查理·里曼的夫人，当时的校长是他的女儿玛丽·里曼。那一年我16岁，他26岁。相见的第一眼，他那安详的态度和轻柔的声音给予我奇妙的平安、美感和力量，和我在豪门大宅所见动辄落泪、娇宠无知的女子截然不同，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所渴求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我找到了，我多么希望能像她一样。在明德女子书院，和一群来自平民百姓人家的女孩相处，在教室里读书，对我而言真是新奇的体验。当时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能接受他们传讲的基督教，只要学习英文和音乐。生命的追寻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天，蔡苏娟听到美国著名传道人戈登的讲道，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豁然开朗，看见自己光鲜的外衣下被罪所败坏的内心，常年处在黑暗中的心灵终于发出了对光明的呼喊，他打开心门接受基督救恩。他原本以为知识可以满足他，不料最终让他满足的乃是追寻知识旅途中所走上的恩典之路。他有一天就在那种苏州市的庭园里头，他就看到一个石头，他好奇心之下呢，他就把那个石头给掀开，看看石头底下是什么。就这么一个动作呢，好像就启动了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思维。因为他在一掀开来的时候呢，他忽然发现底下好多乱七八糟的小虫子啊，那他觉得那么美的庭园怎么有这么恶心的小虫子在那里。但是很快的就是灵光一现，他就觉得是不是在我的灵魂深处也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那种邪恶在那里啊。那就是这么一点点灵光一闪的那种启示啊，使得他呢就接受了他拒绝了很久的基督教。几乎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便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做什么。我是中国最早一般高中毕业的女学生之一，毕业后我获得许多待遇不错的工作机会，但我却有一个心愿比这些职位更重要，就是回家带家人信主。我从那里出来，知道他们处在一个黑暗抑郁的环境里，我要他们也得到我信主耶稣后拥有的平静和光明。在那重男轻女的古老中国，传统思维向来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一个不愿安分守己待在家里等着嫁人却跑出去读书的姑娘，一个信了基督数典忘祖人微言轻的姑娘，竟然让家中全部55位亲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怎样的神迹呀！身为一名女子，蔡苏娟对于爱情和婚姻自然也有美好的憧憬。她求学时与一个基督徒青年教授通信达5年之久，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计划着当他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后就缔结婚约。每一次我接到他的信，就会满脸通红，感觉真是甜蜜。但是在他去美国之后，我发现他变了，他对信仰嗤之以鼻。有一天他竟然说，圣经讲的故事不过是希腊神话。那一夜，我在上帝面前苦苦求问，我应该跟随我所爱的人拒绝我的主，还是跟随我的主拒绝我所爱的人呢？我知道必须做最后的抉择，但这可是何等艰难呢？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原来人是会变的，热情变为冷漠，虔诚转为嘲讽，纯真成为世俗。在最痛苦的时候，蔡苏娟看到一幅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画像，似乎听到主耶稣的声音：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原来这一切的一切，耶稣都明了。我们不能完全体会那一夜蔡苏娟的内心挣扎，但之后她毅然辞绝了这段婚约。母亲信主后，把我送给玛丽·里曼做她属灵的女儿。从那天起，我称玛丽·里曼为干妈，延续了我们长达58年属灵的母女关系。我告诉玛丽·里曼，我决定和她一起侍奉主，把传福音作为终生的工作。玛丽·里曼与蔡苏娟之间亦师亦友，在福音初临到中国时便一起同工，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两位女性彼此扶持，相互关爱，超越一切文化与国籍的阻隔。玛丽·里曼鼓励蔡苏娟放下大家闺秀的矜持，放胆走到众人面前宣讲救恩。他们各处旅行布道，当时中国18个省中，他们就到过11个。两个人一起走过开放发达的城市，也走过穷困偏僻的乡村。有一次，蔡苏娟特地到香港为内地福音事工筹集资金，在受到几位富商千金热情款待的同时，蔡苏娟因着圣灵的感动，由起初只是鼓励他们奉献金钱，转而呼召他们参与侍奉。后来他们组织了中华国内布道会，发起者有曾任驻美大使的余日章博士，伯特利神学院及医院创办人石美玉医生和蔡苏娟等人。我发现那是个演变的时代，教会开荒的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新的时期。中国人自建教堂，开始有自己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第一代信了基督的家庭，孩子都受到教育，学校的毕业生如浪潮般的涌出校门。1921年，蔡苏娟随同玛丽·里曼第一次访问美国，期间蔡苏娟以流利的英语放胆讲道。美国东西海岸并中部的大城市都留下了他宣教的足迹。在华盛顿期间，他更是被美国哈定总统接见。福音的种子才刚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这片土地却开始遭受战火的蹂躏。1927到1937年间，日本入侵中华大地，烽火漫天，百姓逃亡。
玛丽·李曼和蔡苏娟也只好前往尚未遭受战火侵袭的上海租界区，继续着从1930年就开始把中文圣经全部加上注音符号的浩大工程。这个工作历时11年6个月，对当时大多数是文盲的中国人来说，这本注音圣经能帮助他们读懂上帝的话。后来圣经还注音成客家话，让客家人也可以阅读。如何寻找一种容易让中国人接近福音的方式，并且能不断地通过阅读与他们的思想对话，就显示了文字福音工作的重要性。这一点早在玛丽·李曼和蔡苏娟走遍中国城乡传道的时候便洞察到了。然而就在蔡苏娟的生命最旺盛、侍奉最火热的时候，平地起波澜。1931年一个冬日的清晨，他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光如刀般的刺眼，全身僵硬，足足有17天不能吃不能动，在之后的8个月内不能开口说话，有1年半的时间眼睛都睁不开。医生会诊都没有对策，并且还通知家人准备后事。当时的一位名中医甚至宣布他的寿命不超过3天。多年后我的病才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但是早已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眼睛对光极其敏感，在窗帘低垂的暗室里还需要戴上深黑的墨镜。我的平衡系统完全遭到破坏，没有人搀扶就会摔倒。我所有的工作完全终止。我早年的愿望不多，但都没有实现，是不是上帝对我太残忍了呢？不，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么多年来的病痛中，我绝对绝对不问上帝为什么叫我受苦这么久，我只问主要我做什么。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上帝替我做的最好的选择。 I remember her saying one time, I used to play the piano, but now I can't even listen to loud music. I used to like to write, and I had files of material that I was working with, but nowMy files are a few boxes underneath the side of the bed. I enjoyed writing, but I no longer can write with my hand. Has God been cruel? No. No good thing will He withhold from them who walk uprightly. 随着战火蔓延到上海，局势日趋紧张，玛丽·李曼决定带我回到她的家乡美国宾州乐园镇。
1949年1月19日，我们站在去美国的邮轮甲板上，向挚爱的中国和亲友们做最后一次的道别。送行的亲友也许认为，我们两个就将这样静悄悄地远行消失了。从此，蔡苏娟不再是奔走各地的布道使女，而是身居斗室的暗室之后。蔡苏娟的双脚曾经走过中国的城市乡村，她的双眼曾经见过第一把救恩之火。然而，在宾州乐园镇的小房间里，当厚重的窗帘把所有的光线都隔绝起来，他开始学习另一门更难的信仰功课。所以我记得第一次去，到了 Paradise， 到他的房间，他说王弟兄，很高兴你来，我们也听过你的名字，我们很为你高，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侍奉，非常得到他的欢迎，实在是。使我很受感动。那后来我就在想，他在那么个小的地方，在那黑的房间里面，只有远道而去亲身探访他的人才可以受那个感召，那个感动，这么一位姊妹，不能见光，而有这么多人被吸引去看他，去的人是空空的去，饱饱的离开，得到很大的鼓励。刚好那个时候，何培基弟兄，他那个时候要回台湾去，我就请他负责来拍蔡苏娟的电影《暗室之后》。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创举，我们觉得这个影片出来一定会感动很多人，而且带领很多人信主。所以何培基弟兄回到台湾去，就找到黄以公弟兄来帮忙，请以公弟兄来做导演。那个时候教会里的人才，电影人才不多，但是能够把这个片子拍成是好不简单。宾州的兰开斯特素有美国花园地之称，土壤肥沃，山峦起伏，也住着阿米士人。他们安静祥和，保守，辛勤劳作，简单生活。与中国无休止的战争和痛苦相比，我们真像住在伊甸园里，可是我们的心却留在中国，我们还能为中国做些什么呢？ I was only 30 years old at the time with three little toddlers, and we came to visit Miss Tsai and Miss Lehman in this dark chamber. And the first thing, of course, Miss Tsai gave me a copy of her book. In fact, I have that copy signed.By her, with a bookmark that's also signed. Very precious to me. Mm-hmm. But it was 1956, actually, and during the time that they were offering hospitality to the Army officers. Those are some of the most exciting opportunities for witness, and of course all of it went on in Chinese, because they were from Taiwan.我们有四个中校到美国受训，到人员一号到美国以后，只有两个礼拜，礼拜天，蔡小姐就派她的那个我们的同学，有个 Captain Power， 就开车子把我们四个人一起带着蔡小姐的住去。蔡小姐在那的时候啊，她整个的房子是黑的，
看不见，他一个灯从后面照过来，他看世界是这样的看的。他去拜访他的人呐、啊，不只有基督教哎，任何教都有，所有有疑的、有疑惑的事情呐、啊，都到那里去请教他。蔡小姐，她有一个干妈，李曼小姐，她们有两姊妹，哎，那两姊妹啊，很好，照顾她们非常好，所以说她叫她干妈呀、啊，大不了好多岁，那关系之密切，简直不得了，我好佩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不得已啊。他号召力太高了，我就受洗了。暗室之中，光的投射更加敏锐，稍有些许的渗入，都清晰地浮现光的脉动。走进暗室的每一位访客，总会被病榻上的蔡苏娟深深震撼。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饱受病痛的脆弱生命还能喜乐？为什么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还能坚定的信靠？他没有办法走向全世界，但人们却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向他走来。这中间因他见证而信主的人不计其数。蔡苏娟以床榻为讲台，以暗室为工厂，以长久的病痛为终身伴侣，以成千得救的灵魂为他的奖赏。在巨大的黑暗中，他紧紧和生命的光连接在一起。刚刚进去不习惯了，里面很暗，是一个颜色不大，就暗黄的灯光，看起来有点点低沉的样子。等到能够看清楚他在哪里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蛮瘦小的一个女人，坐在床上面，可是他脸上很有喜乐啊，这是我最第一个感受，就是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他讲话声音也非常的清楚啊，那么非常的和蔼可亲。我记得他讲了一些东西，是30年之后到现在还是能够记得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第一次见他1980年，已经34年了。他说我不是生下来就是90岁的哦，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90岁了。他说不是生下来就是90岁的。他说人多老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生的过程，而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当我离开这个他的房间的时候，并不觉得说还离开了一个黑暗的地方，虽然外面有很多的光，不过呢并不觉得自己现在因为离开他的暗室就觉得好像进了光明的里面。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光彩，一种感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服侍他的黄校长，每一次要替他晃床单的时候，总是来叫我说来啊来啊，帮我来晃床单。所以我就到他那里，他要我把蔡苏娟女士抱起来，好让她换着床单，换完之后呢，让我再把蔡苏娟女士放回到床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把她抱在我手上的时候，何等的震惊啊！因为她身上的肌肉，因为长期的不动啊，好像感觉像海绵一样。我第一次抱她吓了一跳，我就开始明白到这些年呢，她所经历的苦痛跟折磨恐怕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但他却从来没有为此抱怨过。你知道，如果你跟他讲过话，知道他是非常的健谈的人，非常的开朗，一点都不像他在疾病当中。而且他很喜欢吃冰淇淋，而且吃冰淇淋的时候都要黄校长先把冰淇淋温一下，好让他很容易吃下去。他很会说故事，我还最记得他所说一个故事，讲他年轻的时候，他们家住在山脚下，每一次啊，他们的水源都是从上面啊山顶上借的这些竹筒啊，一节节的接下来，把水引到他们家里去。有一次，他们家突然就断水，没水了。
他呢就是往山上走，一个一个竹节打开，看看有什么东西塞住了。等到靠近山顶的时候呢，一打开竹节发现，哎呦，里面原来有一只大癞蛤蟆。每次他讲到这里就哈哈大笑，他就说，如果在你生命当中啊，如果没有喜乐，恐怕你生命中有个大癞蛤蟆。哦，我就常常发现他因着他的话语，他的言谈让我们很得到激励，他一点都不像一个卧病在床多年的人。这些年我跟他在一起，有一句话是影响我最深的话，就是他讲到这些年他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每一天他总是问神说，主啊，你要我今天为你做什么？看到基督使者协会的意向，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蔡苏娟知道这便是他的领受。与有着同样感动的玛丽·里曼毫无保留地把里曼家族农庄的土地全部赠给基督使者协会使用。不难看出，这其中承载着蔡苏娟的强烈负担与宣教使命。在1963年，使者就创办了，因为这位三位的创办人，再加上蔡苏娟，他们有共同的意向，共同的使命，来为基督，来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们。创办了以后，3年以后，使者领受到他们的庄严，让我们在这里已经有好多年的服事，看到神使用这个地方来训练许多的人，来继续他们给我们的属灵的遗产。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就老远从波士顿开车，就开到使者农庄，大概要开4-5个小时。到了那里呢，约好了我们全家进去。后来进去坐下来，我们4个人在外面的椅子围着他的床坐下来。后来看看我，我还记得他说，李牧师，今天跟你们没有关系，今天我要跟你们两个儿子说话。哦，把我们吓一跳。后来就叫我们坐在边上，那么两个孩子呢就坐在他床边，就坐在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特别要我坐在他床边，就坐在他床边。就开始跟我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都还很小，他就把他们当大人一样，就开始跟他们讲，讲什么呢？要他们记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对着这两个小孩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一辈子要记得要传十字架，还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昔日欧美宣教士在中国让自己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殷切地期盼着长出许多福音的籽粒来。在乐园镇暗室里的蔡苏娟成为了那一粒麦子，她证明疾病可以剥夺体力，甚至逼近死亡，但是不能限制一个人的生命态度。她软弱，她无力，他无助至极地躺在床上超过半世纪之久，而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在讲述着他的故事。他是非常软弱的，但是主的能力在他身上显得完全。我记得有一次有很多人来拜访他，从纽约。当他拜访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软弱，病的时候他要吃药，这个药的反应非常厉害，会昏昏沉沉的。既然有很多人进来了，所以呢，他就答应跟他们见面。他讲完了以后，就问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感谢神，在那天有好几位愿意相信耶稣。后来完了以后，我们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讲的话
他说我不太知道，所以这个就看到神的圣灵大大的使用他，来使用这个软弱的人生来彰显他的能力。蔡苏娟于暗室之中仍持续着他的文字侍奉，他所写的文章极具穿透力，给当时代年轻知识分子极大的鼓励，先后出版了《暗室之后》《蔡苏娟》和《暗室珍藏》，并有30多种不同的译文在全球发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而来，在病榻前聆听这位属灵巨人的劝勉。葛培林牧师的夫人还特地带着3个儿女前来登门拜访。葛培林牧师在为《暗室之后》一书作序的时候，深情地写道：这本书见证基督，唯有它足够拯救这个苦难的时代。此书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发出信心的芬芳，他并准确地表明，在基督里的信心足够战胜人生旅途中一切变化和不利的环境。差不多是在1992年，我在国内的时候，这本《暗示之后》呢，当时我读到的时候，就是让我感受到神在这些在人群当中看到那些最苦难的人身上神所制作的精品。我当时的感受呢，就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他不能见光，房间里所有的有光的全部要用黑暗遮起来。当时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能够见光的人都已经有很多的难处了，而他是从原来很自如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外界好像隔绝了。那种苦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就是在黑暗中只是度日而已了。但是因为有耶稣，他里面的光可以强烈到那个外在环境的光不能影响他内在价值的发挥。一位朋友问我，一个人终日消磨在黑暗的房间里，是否感觉孤单和疲倦？我回答说，主是我永久的伴侣，真正的朋友，我是这暗室之后，他是我光明之主。挂在他墙上有一句，有一个很简单的字，英文是 Not I, but Christ，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一生的最主要的不再是为我打算，而是要荣耀耶稣，让耶稣的光可以照亮许多的人。他有很好的开始，但是更重要的，他有很好的结束。他一直的学习，一直的学习，学习到老。他有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个生命里面，他知道神把他放在这个地上是有他的旨意。他经常告诉我，我一直盼望主耶稣的再来。他有这个永恒的透视，在他每天的生命里面，虽然有身体的痛苦，但是他一直在等候主的再来。他每刻每时刻与主同行。如果你去看到他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他与神同行。当我们去拜访蔡苏娟的时候， Mary Lehman 在的时候，他总是要我们唱一首歌，就是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All our sins and grief to bear.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多年前，我在宾州为美国孩子们讲道时，曾送给他们每人一枚中国铜板，告诉他们将铜板系在窗帘的拉绳上，每当夜晚来临，拉下窗帘时，正是中国的清晨，请他们为中国祷告。当21世纪的今天，中国被估计将成为全世界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深信，暗示之后的光明之主已经回应了众多基督徒的祷告，正一步一步地展开他奇妙而可畏的救恩计划。我一直想来看你，今天终于来了。我亲爱的朋友，或许你认为我已在坟墓里，但我要你记得，那在暗室中53年的躯体会在那里，但那不是我，我已经与主同在了。我在这个病床上这40年呢，我是赞美感谢的。这40年当中呢，我从来Never, never, never ask God why. 我从来没问过主，就为什么？你是昨天、今天知道永远的神，你在拉萨路从死人复活，在瞎子睁眼，今天也能够叫我好起来呀、啊？一定有个缘故，一定有个 purpose。所以我从来不问 why。Never ask why, but ask what.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既然主让我站在这个床上，那主你要我做什么呢？那么我心里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主的恩典了。